是存在，我知道一人，就在星州。太好了，如果能将这些信的伪造者找到，就能洗脱傅家的罪名，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背后真正的主使者。参见陛下。御膳他还没用膳。回陛下，小姐在官府衙门那儿一直查阅卷宗，查阅到了现在，因此才错过了饭时。拿过来，朕给他送去。这，陛下，张侍郎也在衙门内和小姐一同查阅卷宗。如此就不必了。安佩，在。保证御膳，好好用膳。是。张侍郎，刚才的计划你觉得？就依大小姐所言。那我明日就行动。御膳再次感谢张侍郎相助。陛下传唤侍郎大人。大小姐，我先行告辞了。见过燕尚书。张侍郎不必多礼。你这是？是陛下的意思。哦，张侍郎请。按照我说的去办，要快。是。吴阳这个小人，爹到底哪里对不起他？他居然联合别人诬陷爹贪污，他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有着骂人的力气，不如去帮我做件事，早日帮爹洗清冤屈。什么事？姐姐你说。吴阳是此次贪污案最关键的人，只有深挖他才能钓出大鱼。你以皇后的身份前往吴阳宅邸，好好审问一下吴夫人，看能不能从吴阳府中搜索到其他线索。我这就去。等等，记得叫上江少。为什么要叫上他呀？他比你心思细腻些，或许能发现些什么。嗯，那我这就去讲。